怕 power generation 机器的人。对啊。其实你们去 DC 是去顾客去吗？对对，去玩。所以之前在DC 有教的。就像我们现在北京也是比较好玩。他们现在都要去加。所以是说有去拜访到以前的时候，有一些参加会的朋友。上海加速器，加个音量就可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解封了，是解封了吧？是，人家那个新闻说解封了，讲到复工复产不上，然后人家不是那个说我就出去买个菜，结果发现啥都不看，最后厕所都不看，然后回家了，尿急回家了。说我不应该相信新闻，真的，他们时间短的，要反应下去。好，你看中国老板的名字我们还记得，我们也要赢一局。有看到什么？好，这是中国界来的，中国界的那个，对对，那边有个那个有个组，然后那个因为领导刚来，所以领导好好好，然后也是打一下中国的组，然后什么要搬下来吗？还是借的？好像是借一年还是几年？好像交换学生，中产阶级标配吗？标配。What?
对呀，是Oh.